然后在辅大来拍出学院风情侣照，偶像剧。谢谢一起唱什么？一起上学吧！今天要干嘛？今天又是我们的情侣合拍企划了，好开心哦！我最喜欢的企划，大家这次还是要帮我按赞哦，谢谢。我们多期待！毛在福大来拍出学院风情侣照，偶像剧，对啊。今天我们会来模仿偶像剧环节，给你们一叠纸，就要在你们想要拍照的男生面前掉落这叠纸。你是说像这样子？请自己捡起来，你要跟他对看五秒钟。来看我，还要对看，不能眼神闪避，眼神不能闪避，好吗？男生摸摸你的头，跟你说，下次要小心一点哦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，下次要小心一点哦。第一位挑战者罗念，请注意，还要坚持五秒，可以不用整叠掉啊，你可以掉上半部就好。现在已经有点热了，怎么办？我也是，直接去找今天男嘉宾。Yes, let's go, go, go. 我们要对视，要对视。我有哪里会找到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呢？我们先去学餐找找看。我刚看到一个就是还不错的男生。去对，他好像去便利商店。这个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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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这个话跟我讲吗？对，你可以跟我讲个两。等一下，你们不要笑了。没事，谢谢你帮我剪纸。哎，你很无情。我刚刚说什么？剪纸算什么？我错了，好羞耻，我的天。卧底超脱。对啊，然后就这样。他直接跟我讲完说，哎，那个那个，然后就走掉，他就走来这里，很无情。上个厕所，然后就发现了一个很可能的对象，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后门菜刀去比到喽。他什么？他什么都没讲。他不帮你剪。他什么都没讲，然后就 OK， 他就自己在旁边这样子。我起来的时候，他还在偷笑。然后我就说对不起，然后我就秒，还胖，他还笑你，对，他笑我。警无科大的经验，一个人坐着通常就是小编安排的。金宝豆，好，金宝豆啊！快点快点，去跌倒去跌倒。快疯掉了。帅哥，我的罗念，我们频道最美丽的女生，请帮手在那边 ，OK， 这件你就是要赢，烦呢，不用，我想要以跌倒来那个，你知道其实我没有要跌倒这件事，我们只要掉纸，我们要掉纸 ，Sorry， 哎、欸，你们不要笑得这么开心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我要跟你说，我要跟你说，他装的好不像啊！你看我们在酝酿很久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晨晨，然后目前就读辅仁大学法文系三年级。怎么想学法文呢、啊？没有考上英文系。现在是单身吗？是。可以讲一下你的理想型？活泼，有气质，喜欢跳舞。喜欢跳舞。
因为我也喜欢跳舞。哦，你也喜欢跳舞哦。他们两个都很喜欢跳舞。哦，对，我们也是跳舞。我们没错。等一下，不能不要看我，我这边会有点紧张。我跟你讲，刚就突然很对你看我，那我也想说，那应该也不会中吧？就他突然跟我说什么什么下次，我根本没听完他讲什么，我刚刚手伸出来我就突然这边讲话了。可以再对他做一次的动作。谢谢一起跳水吧。今天帮你们准备了一首双人舞，会跟我们男嘉宾一起练习。对，然后转，然后这也是第二包。好，停，等一下，那我怕我这里不行哦。你是害羞还是？我是害羞。动作记不住。我记得住啊，害羞就会不记得吗？我要，然后一二，对对对，一二，啊对对对，这样子，这样可以。对对对，真的有点久。哦，你抱头，然后我拉你手，这样 ，OK， 可以，有吧？你但是你头不能低，你要看着他。哦，这样吗？哎，互看真的不行啊，我真的不敢，我一定会笑出来。你有办法试看互看五秒钟吗？我真的没办法。哎，旁边有个捣蛋鬼，捣蛋鬼。我们今天呢，就走一个就是轻快，然后就是可爱，然后又活泼的一支舞队。抱歉，我们两个比较适合那种色色一点的，有味。什么？我觉得他比较适合可爱的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就适合跟我一样有味的那种。没有，我们就还是有一点，我还是会加入一点，加入一点，一点。没有没有，表情，我们的表情很好，没错。期待我们的成果，好吗 ？OK。他们练得怎么样？但是我这边比较好咯，我就这样看，看起来还好。我们就是比较有那个情感丰富的感觉。要给我自己加动作，可以吗？这是谁呀？你们是一直加动作？我们在改动作，对，我们在改的适合一点。对啊，好帅啊！太改了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你再做一次，再做一次。这首歌好像叫做《情人》，跳的还算比刚刚那支好吧？蛮适应的，对，比较适应的，没有比较适应的。你轻轻一靠吻，我疯狂体会，气氛开始升温，危险又迷人。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,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, 少一些安全感，做我的情人。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撩男环节啦！我觉得我好像有点不太学，那就是家庭教师。对啊，来一段师生恋吧。好，那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撩男环节，是给你们一人一段时间，可以跟男嘉宾表白。我们来比一下手的大小。我给你看一个东西，你看在上面，在这边吧。
惊异，吓到这种感觉，你就是吓到而已。我现在是用徐走攻略。好，现在到了我们男嘉宾心动的选择，现在让你想要跟他一起拍照的人的身后。要变成学生，我变成学生，待会直接跟他换。OK， 那我刚刚在当什么变态的教师？那大家就期待一下他们两个的情侣照。那如果以后有想要再看我们跟别的男嘉宾一起跳什么舞的话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也可以多多推荐我们帅哥。对，底下留言，我念要3000赞哦，3000赞才有下一集哦。谢谢，那也期待等一下他们学院风的情侣照片，还有我们的舞蹈影片，也可以多多看几遍，这样抖音也会有吧？对，抖音也会上去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，追踪他的 IG， 多留言，拜拜。喜欢我们以后，